中,中圣经学院的观众，你好，我是邵晨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《传道书》，今天我们来看《传道书》整章第三章。时间是上帝给的礼物，《传道书》第三章十一节是这段经文里面的中心经文，也是这卷书的中心经文。上帝造万物，各按其实成为美好。 又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中，上帝从头到尾中的目的，人不能参透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神给我们时间，所以三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：“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”三章前面的这八节，经常有一些解经家用不同的方式。 来，这个探讨也来解释。其实，在整段的经文里面，其实要提出每一个时刻都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应该要发觉，而且要复行每一天神所为我们安排的。而且，我们更应该了解这个整个有意义的人生，了解上帝为我安排的生活。 上帝造万物，个案其实成为美好。其实，上帝要把美好的时刻赐给我们，但是往往因为我们不了解，所以我们会有疑问，而是我们有时候会碰到难处。是的，因为三章十一节，因为当上帝把时间安置在世人的心中，就安置在我们的身体里面。 一个无限的时间安排在一个有限的身体里面，当然就有问题。我们就要寻找答案。前面这一段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前面的三节经文里面，告诉我们这个生活的时刻，凡事都有神安排的时间。生有时，时。 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，那为什么用这种这个不同的观点来提出呢？是不是上帝没有办法掌握呢？其实仔细的来读《传道书》，就知道生在神的手中，死也在神的手中，一切都由他安排。我们应该活在他的旨意里面。 我们更应该可以明白、可以了解每一个生活的时刻为他而活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就正像三章十一节所提出的各案，其实成为美好。各位生活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，我们就可以了解每一分、每一秒、每一天、每一周、每一个月。 每一年，我们都可以为他而活。这是提起生有时,时，死也有时。第二部分呢，我们在神的安排之下，其实这些时间是让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所以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，就提起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动有时，跳舞有时。 为什么会用这种观点来提出呢？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。第六节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。为什么又会用这方面呢？其实这方面我们来学习，来明白，当上帝的时间安排给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处在哭的时刻，有时候我们有笑的时刻。去年我的父亲过世，我掉眼泪。 我的大儿子为我掉眼泪，这个，呃，他很感动，因为他很少看到我掉眼泪。就当我妈妈二十，呃，四年前过世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掉眼泪，因为想到他就在神的怀抱里面。但是，当我父亲虽然年纪大，九十六岁，但是我还是掉眼泪。为什么掉眼泪呢？因为觉得是这个，他走了。 虽然有一段一算是长的时间跟我在一起，但是还是会伤心。当我儿子看到这样的时候，他抱住我，他其实明白他的父亲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。各位观众，其实有些时候，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，有时候我们掉眼泪，有时候我们呃在神的面前哈哈大笑的时候。 这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可以来学习。第六节提起这个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。为什么会提起这一点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寻找我们所失落的东西，有时候找不到；我们有时候失落的时候，我们很呃舍不得，舍不得，是的。 当我们有时候碰到这一类的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学习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一些功课。最近因为经常有下雨，而是有台风，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不太方便，有时候大水淹没我们的一些财物，可能我们舍不得。真的，去年有一次有个大火，就在我们所住的家庭附近。 那那一天晚上，虽然我们家里没有被烧，但是我终于明白，而是了解，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暂时。我那个那一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真的是这个很受很大的感动。想起万一真的是这个火真的把我们家里全部都毁灭的时候，那不但是财务损失，我不晓得我所喜欢读的书还在不在。 但是，经常这种时刻是很重要的时刻，学习的时刻。其实，上帝要我们学习很多的功课。当这个手机刚开始发行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有的地方叫大哥大，因为整个整个手机都很大。那时候也慢慢的演变的时候，刚啊出来一个很小的手机，我为我的妻子，我送给她一个这个。 这么小的手机，但是有一天他从读书的地方回来的时候，他心中很难过。他说：“我掉了，怎么办呢？”我安慰他说：“没有关系。”当我的最小女儿回到家的时候，当妈妈把这个消息告诉她，这个小女儿其实很可爱。她说：“妈妈，你应该这个这个感谢主。” 你应该感谢那个偷你东西的人，而是你应该为了这件事感谢主。妈妈说：“为什么要感谢主？我都这么伤心，你还用这句话告诉我？”啊，我这个小女儿很可爱的告诉她说：“妈妈，你掉了，爸爸可以为你买新的手机。你要新的手机还是旧的手机呢？”妈妈这个时候笑了。各位，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 活在世上，每一样都在上帝的手中。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真理带出来。那最主要呢，就要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有生活的时刻，有学习的时刻。那第三方面呢，上帝要我们有个爱心的时刻。他说：“事列有时，风波有时，静默有时，原因有时。” 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。我们有爱心的时刻，有时候在静默当中，我们真的可以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有时候，神要我们用话语来造就别人；有时候，神要我们静默的来鼓励、来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有一次，我到了一个城市。 因为这刚好有一个父母亲，失去他的儿子，就他的儿子真的爱主，他的儿子呢很少讲话，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我还清楚的记得，就是为了布道大会，他站在前面唱诗，很年轻的，可爱的一位弟兄，为了要请一位传道人来到他们的教会服饰，他就安排一个简单的活动，就到海边里面。 来游玩，在游水的当中，突然间去世。我那一天特别就飞到他那个城市，要来安慰这一对的父母亲。我不敢多讲话，当然主席也请我上台讲几句话，我最多用神的话语讲那几句,句话而已。但是当聚会结束。 就是最是礼拜结束的当中，我看到有一位弟兄跑过来，握着那个爸爸的手，啊，你没有关系啊，失落一个没有关系，你还有女儿，还有儿子，一个死去没有关系。请问这种安慰的话，真的可以安慰人家吗？那其实这个时候，我真的很盼望他安安静静握个手就好。静默有时源于。 有事，各位观众，其实爱心的时刻，有时候需要我们静默、安安静静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必多讲话。在他痛苦的当中，在有些人忧虑的时候，他们忧伤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他旁边，其实就是一种爱心的功课。爱心真的可以帮助他。 圣经里面也提起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它并不是表明我们就要一直要恨恶别人，但是有时候活在世上，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心中难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恨恶某一些人，但是我们也要记得，我们也要有喜爱的时刻，喜爱有时。我经常有机会像我。 太太表达我对她的爱，而是经常提出这个这个她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好妻子。但是她有一天呢，突然间就发现我对她讲话的时候，为什么突然间转换英文呢？为什么说英文英文那几句话呢？啊，他问我，啊，我说你不会用中文呢？我说因为中国人比较不太喜欢这个讲那那一句我爱你。 好像讲起来会很弱嘛，我们会觉得很不自然，很不自然。但是今天你的配偶，你旁边的人需要你提出你爱他。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讲这几句话，我们有时候用服务的方式，用时间的方式表明我们的爱。但是神其实要我们用我们的口，用各方面来表达。 那今天可能你不太习惯用口，没有关系，可能你可以用手机，啊、呃，那个短信当中讲那几句话，或者可能是你可以用呃这个呃电邮的方式来讲，或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方式呢，表明你爱你旁边的人。有时候我最难过的，并不是这个弟兄姐妹没有相爱，有时候在追思礼拜的当中。 听到有一些孩儿提起父母亲的爱，但是往往他父母亲都很少听到他儿女直接对他讲“这个我爱你”，而是我愿意孝敬你。各位观众，其实爱心有很特别的时刻，特别的时刻。那传道者他在提出这几个重点的时候。 他提出一个问题，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在前面第一章已经提过，到底做这些事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，同样在三章第七啊、呃，三章第九节，圣经说，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到底有什么益处？然后他也就提出啊、呃，圣经里面的一些重点，一些重点，然后这个啊、呃，这个。 当人与传道者在第十节当中，他说：“我见上帝使人世世人劳苦，要他们在其中啊、呃、受经验，要他们受经验。但是，他又特别就提出三章十一节，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美好，其实他虽然让我们世人在世上。” 有一些痛苦的日子，有一些我们难以明白的日子，但是他最终要提出，上帝有一个目的，上帝造万物个案其实成为美好，上帝个案其实让他成为美好。最近流行在菲律宾有一句话，呃，有一个菲律宾人，一个神学家特别告诉我，上帝造万物，啊，万物是中国制造的。 那那句话呢？当然提出很多东西。最近中国因为发达了，也开始制造很多东西，制造很多东西，当然很多地方可能方便。无论你现在到欧美要买东西，回到你你家乡，有很多时刻你买回来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。各位，圣经假如回到圣经当中呢，你会提及上帝造万物，个案其实。 成为美好，神要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。所以，如果单单读这段的经文，其实除了上面以上所提到的时刻、生活的时刻、学习的时刻、爱心的时刻，应该多一个，就渴慕的时刻。渴慕有一位爱我们的主，渴慕他，那我们应该信赖他的安排。 如果他个案其实成为美好，那我们应该这个信赖他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虽然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但是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，这实在是神特别的一些恩典。第二方面，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，其实最主要要提出要享受他的恩赐。 而是享受他给我们的那一份的礼物。我知道，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各位，你还记得第二章第二十五节？第二，这是出于上帝的时候。现在提出，这是上帝的恩赐。恩赐之间也可以翻译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。 多么好，多么好！享福是他给我们的礼物，他给我们有机会明白，而且真的可以享福。所以，我们和本在翻译的当中提呃，这个提出好像没有办法的样子。莫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啊！其实这一节的经文要直接，假如要直接的翻译，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喜乐。 呃，我们可以在他面前享受吃喝，那这是好的无比，这是上帝给的恩典，上帝给的恩典。各位观众，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份的礼物。还有第三方面，当我们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，其实他要提出一些这个呃。 在活在世上的一些难处，但是其实他要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什么真理呢？我们应该这个相信他的安排，相信他的安排。第三章的十七节这么说，我心里说：神必审判一人和二人，因为在哪里各样事物，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 啊，虽然他提出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，就是上帝给锻造万物，这个真的是好，但是他也知道我们活在世上，肯定有问题，肯定有一些我们难以明白的一些事情，所以他就提出这个重点，提出这个重点，啊，在提出这个重点当中呢，其实他所要强调的，就是我们要相信。 他的安排，他如何安排呢？我们知道，上帝必会审判，必会审判。因为他提出一些事情，就是这个在审判之处，在公益之处，也有一些奸恶。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公益，在我们社会当中，有时候我们找不出一些这个公益的事情。在审判之处，该这个处理事情的，应该没有奸恶才对。 但是还是有，但是在这一种我们难以明白的当中，上帝必会审判我们。这个相信他如何的安排。那在后面的十八到二十二节呢，他就提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。而在观点当中呢，他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有些难以明白。 有一些难以处理的，所以他这边就提出，呃，在十八节这么说，是神要试念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，兽一样。他就提出死亡的这个主题，主题，就以我们跟兽一样，有一天也会死，有一天也会归尘土，尘土。那我们。 在它里面，这个要明白，有一些事情是它要试念我们，要考考我们，看我们合不合格。所以，我们像兽一般的这种情况，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事情呢，今有一天也会死，我们也会归于尘土，归于尘土。那、啊、难道人跟兽来比？ 我们不强于他们吗？我们是不是胜过他们呢？当然是胜过他们。但是传道者就是一直要找出这个某一种情况，他要替我们拍一些这个呃我们可以了解的事情。那让我们也从言论当中好好的思考，好的思考。那这个后面的这几节经文，有一节也就是传到书中。 的一个难题，这里面的难题在哪里呢？在三章的二十一节，刚才提及人跟兽一样的，也要归入尘土，就是一天也会死。其实这个死亡的这个主题在第二章已经提过了。他提起智慧的跟愚昧的人一样，同样也会死。我们有一天也没有办法要留给那些没有劳碌的人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就提出兽跟人。 还是会跟有一天会死，会死。其实我们假如跟动物来比，我们死的时候还要花费很多的钱，但是有一些动物死了以后还有价值，还有价值。请大家特别注意三章二十一节，谁知道人的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 三章二十一节，这一节是传道书中的其中一个难题。啊、呃，应该要大家明白，传道书不是一个系统神学的书，他这边也不是说，呃，这个猜测，这个，呃，我们人跟动物啊、呃、之间这个比较的时候呢，呃，应是是如何，是如何，啊、呃，但是这边其实要提出。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明了，我们不能明了。假如我们可以见到这样，这个是很自然的翻译，就是提起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是往上升，啊，受的魂是往下降。但是这个为了多了解这一点，啊，有一个结晶家也特别替我们解释。其实这个是从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法当中也可以。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，而是另外一个句子，让我们更加明白。因为问号的那一个字，也可以这样翻译，成为这个他所相信的一个句子。如果大家可以啊、呃、多注意这种，他其实要讲的确实，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灵是下入。 其实他所要讲的，就是这个，我们是往上升，我们灵魂，当然跟兽有一点不一样。但是各位观众，其实这段经文最主要的重点，是有时候我们不能明白。那我们有一天也要归入尘土，所以最终他在这里所讲的，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。 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他身后的事，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有一天，我们往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我们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回来但是，请注意这节经文里面所要强调的，就是说，这个我们应该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我们的份，我们的份。记得在第二章里面。 呃，他们要一直要用用各方面呢来享受他自己得的那块份，劳碌中得的份，他要用上去。但是，假如活在上帝的所安排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可以享受最好的那一份的礼物。啊、呃，上帝实在是啊眷顾我们，我们应该活在他里面，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为止。 我们低头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时间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份的礼物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祈求，感谢，阿门。